相信的都忘记了，只记得这首向往歌。五月天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回演唱会，昨六日晚间于台中洲际棒球场举办第五场演出，在安可石舞台突然现身一位美少女与阿信合唱，阿信还牵着她的手，两人更躺着看星星。接着阿信才介绍，原来她正是鼓手官佑17岁女儿小玫瑰。从小看她长大的阿信笑着说：“你出生时我就看过你了，放心，那时候你有穿衣服。”引起全场大笑。知道五月天是谁吗？知道。你喜欢五月天几年了？我喜欢五月天17年了。我在肚子里，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我就听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我猜你们一定想看一个人的镜头。冠佑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们的这一生，无论你过得怎么样，无论你有怎么样的爸爸妈妈，无论他们对你有多高的期许，也无论你自己想要飞到多远多高的地方，这一生中只要你平凡而且快乐，那么你就是最伟大的。我和你都也好了，要再唱这首向往歌，这一生只愿只要彼此快乐，谁说真